大家好，我是成龙。今年是我和我的好兄弟唐季礼导演合作了第30年了。我们合作过的有《超级警察》《红番区》《神话》《功夫瑜伽》，每一部电影都有创新，也都很难忘。在这边再一次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我的影迷们对我的电影支持了这么多年，再一次谢谢，我爱你们，谢谢。